哈喽各位老铁们，现在呢也走到就是说喀山的一小咕噜了，没到别人母呢。完了然后来一个小超市，你看看这个俄罗斯的高速啊，这就是俄罗斯的高速啊，这就是说白了，哎呀妈，跟咱国内比差太多了啊。啊，上趟超市走吧，走。啊，买水儿啊，买那个巧克力啥的，怕雷了。哎呦我操，这小超市不小啊，超市挺大呀。他这个搁高速顶上这个服务区啊，他啤酒能卖你，你像他这个里面他都给你拦上了，看着吧，白酒啥的都不让卖了，给你拿的了那个塑料皮子给你遮上了，瞅瞅啊，啊，这还真挺好啊，这个咱可以值得学习一下子啊。那这不可以搁这儿拿吗？我这拿一不就完了吗？全遮上了，不要卖了，就是怕酒驾啥的。走啊，空姐，你拿它干啥呀？你不去摸这么收费的？我妈个！不是我拍视频呢，你拿它。不是，你别闹，你进来。你拿它干啥呀？你拿点玻璃水啥的行不行？咱讲话呢也真是。哎呀，这男人呐、啊，到啥时候咱说实话，不能吃软饭呢？为啥呢？人家花钱，谁说不去亲戚？我满瓶他妈玻璃水不要我买什么手指干好几卷，妈真服了。走吧，哼。来，我给你们瞅一眼啊，你像俄罗斯的高速公路，米亚市还给你整个人行道。我就一直不明白，就是说比如说我先此时此刻拿手机上去，他就得减速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现在录这个视频呢，现在这个角度你们也能看清，他没有这个保持车距，一般车保持在这个100迈或者200迈都是几十米。还有一点是什么，长期你们来俄罗斯开车的应该这些粉丝现在都知道，俄罗斯一般道都是单排的，去跟回来都搁一条上，这个跟咱们国内高速比差太多了，也没有服务区。最主要是什么，你跑老进屯子，我受不了啊，一整进村庄了。还有一点是什么，老人与自然呢，昨天晚上我开车碰见个袍子，那跟我车跑老长时间了，也没有你尿你的没事儿，他这地方没有个服务区啥，不像咱国内你尿吧没事儿啊，不是谁也比较，我就录视频没事，你尿你的没事儿。呀，你不都什么 dream？ 你上吧，我不看，你上吧。我这眼睛为了做干啥的？不就上高？我这个高速我差你这一个两个的了。搁高速这一趟我都看多一个了。上吧。哎，屁股蛋挺白呀。我没，你上吧，我不看，我不看。